kidney, the lungs, and the spleen. See? But they just say, so-called the five colors is red, white, blue, yellow, and black. 那讲得很好，现在由中国前桌许新泉讲南少林螳螂群的研究。Now we have from China, Guangzhou, Mr. Qi, Southern Shaolin praying mantis.很高兴参加这次国际南少林吴祖权武术论坛大会。今天高手云集，英雄辈出，是我学习的一次好机会。我叫朱新泉，1955年三月出生，今年51岁，前座武术协会委员，自幼热爱武术运动，父亲是我的第一个武术启蒙老师，后又跟随父亲的好友，前座运输总站的一个上海人，外号人称陈胖子的学习武术。他解放前曾参加全国武术擂台赛得过奖，那双腿号称莲花秀腿，曾让国内外武林高手刮目相看。跟随吴祖权名师黄金江老师学习吴祖权，跟随香港洪敦平老师学习螳螂拳，在长期的习武过程中还兼习了孙膑拳、长拳、通臂拳、六合拳等拳种，但对螳螂拳情有独钟，潜心演习。今天借此机会，把多年来的习武心得体会向在座的各位前辈同仁做个汇报，以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螳螂拳是中国武术运动中的象形拳之一，相传是明末清初山东即墨人王朗受螳螂捕蝉时的动作启发，吸取螳螂快速灵活敏捷有力的拳柱动作，充实拳术的积极方法而创词拳。当从长沙马王堤古墓中出土发现的32螳螂手导引图的描绘，说明螳螂拳的雏形早在西汉时期已经有在民间流传，所以应该说王朗是罗晋的雏形螳螂拳，结合当时流行的精髓内容，创编出别具一格的螳螂拳。经过长期的传习创新，逐步形成了理论系统完整、攻防技术独特的武术流派，使之成为一项积极性较强、实用性较高的武术拳种。王朗所传授的螳螂拳经历代的发展，形成了多种流派，不同风格，按区域划分，有南派螳螂和北派螳螂。按门派来看，有七星螳螂、梅花螳螂、六合螳螂、通臂螳螂、摔手螳螂、光板螳螂、八步螳螂、鸳鸯螳螂、东江都桌家螳螂、中国前桌螳螂等。中国前桌螳螂门属于福建南少林拳种之一。中国前桌螳螂门体系风格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风格特点是象形奇异，神形兼备。第二个风格特点是放长计严，长短互用。第三个风格特点是手脚并用，组合连化。第四个风格特点是上下交替，虚实变换。第五个风格特点是刚柔相济，强刚极柔。第六个风格特点是稳健灵活，快而不乱。现在我把螳螂拳的套路的话，打一套的话，再把几个主要的打法的话讲一下。He will explain the form.
螳螂拳有几个主要打法，我稍微讲一下吧。一个是那个放螳击眼，放击眼的话 ，you're gonna demonstrate with his partner application。他这个的话，拔了以后的话，整个的话往上打。Okay, he's hitting upward on the opponent because it's open. That's the first one. The second one is up, up, down, down. See, that's how they attack up, up, down, down. There's a good advantage of that. There's another one.这种的话，打了以后的话，他带着这个。When he hit you, go in. 他这个的话不是推法，推法我们的话正常的话是属于弹推。哦、oh, yeah. ，对。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话，他一个连推就是踢的，这个是属于按推的。This is a hidden kick to get in behind the opponent. 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